娘子，你这是狐妖小萝莉呀、啊？谁是萝莉？你才萝莉呢！回味上了，我打死你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追了，娘子！我杀了你！站住！小姐！站住！小姐！追了娘子！小姐！啊！小姐，快跑！小姐，我跑几圈。不跑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娘子，我跑不动了。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体力比我还好。求生欲激发了我的潜能。娘子，你追着我跑了这么久，累不累啊？我给你煮点东西吃。你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我都这样对你了，你给我煮东西吃啊？哦，阿文，快快，娘子跑一晚上肯定饿了，早饭我要给她炖个大肘子。快快！是少爷。慢点，早晚收拾你。慢点，少爷。小姐，你怎么非要把姑爷赶走呀？我看姑爷挺好的，他比我小三岁，弱得像个草鸡。我堂堂大将军，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呢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俩没有感情。可是小姐，修书。比武，就连装妖怪您都试过了，您还能用什么招啊？哼，当然是送他去个好地方。想让我不修你可以，先去难得班学习学习，合格了我再考虑留下你。真是我的好娘子啊。苏金墨，这里是500两银子，离开灵溪。莫公子想用这种下作手段来逼我离开灵溪啊？哼，真是财大气粗。你换个招，我接着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别后悔。莫掌柜，尝尝。哎呦，手艺不错呀，鸡翅膀都折了。这是凤凰，凤凰！木灵溪，你出来呀！木灵溪，你出来！木灵溪，木灵溪，木灵溪，你们三个别喊了。